好了，我们来到了我们的音乐竞技场啊。那第一关，侧耳倾听。累球，爸爸妈妈，妈妈婆婆，妈妈婆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乱了。展示音乐上的独门绝活，放一段花花的歌，我让他倒着唱。这个我怎么来啊？这个脑袋都大了。这谁想不到？如果可以回到任何一个时间，给谁写一首什么样的歌？写的是我妈妈，她说你不要压力这么大，这个世界多美好啊，好好的爱这个世界。我就说到两个人会哭，如果没有他们，我今天已经睡在路边了。王牌对王牌，明天20:20，王牌绽放。